其实我们很多全身酸痛，我们可以搭配一个叫做葛根松筋茶。就像我们这个葛根，它是豆科植物，它可以放松神经血管，中医叫舒筋通络。薏仁是祛湿，那五加皮就是补肝肾、强筋骨。那加点小米粥，对我们的神经的 B 群啊、硒这些营养作用。我们可以煮茶饮，或者是煮稀饭，那对我们的一些酸痛啊，都有一些缓解的作用，可以来推荐来使用的。哎，这个闻起来这泡茶蛮香的。对啊，葛根是豆科植物啊，对啊，一些五谷杂粮，它这些微量元素都蛮好的。哦，但是喝下去。对，有一点苦，小苦啦，很像青草茶。我觉得它是会回甘的那种苦，一点点。那这一碗是什么？这个就把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小米粥，可以它炖稀饭一样。对，就用这个。对，所以我现在是要把它拌一起吗？对，可以啊，其实就茶饮再加稀饭。其实里面已经有了，对，已经有了，就是我们把这些食材，薏仁、五加皮，这个祛风湿、强筋骨。然后煮点小米粥，对我们放松神经、肌肉、血管都有一些辅助的作用的。